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员吴宪昌。我们今天要进入约伯记第八章来看第五集。其实你不懂他的心。第八章第一节这么说：“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 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你起来，使你公益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就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眼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 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长？上清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敬虔的人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 房屋却不能存留，它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它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它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它，说我没有见过你。看呐、啊，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有人从地而生，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乐充满你的口。 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这是第八章。其实一开始第一章前面两章，你就发觉呢是个序，两章的序呢是叙述文，后面呢都是诗歌体。第一章呢，约伯一在是呃，约伯记的舞台呢，儿女财产通通死光。第二章呢？ 他的身体通通不见，的健康不见了。也就是说，第一章、第二章的序当中呢，他就被剥掉两层皮，因此第三章进入他的哀歌。哀歌太长了，第二章后面出现了三个朋友呢，就有点不耐烦。第一个不耐烦说话的呢，是以利法。以利法用他属灵的经验，他第四章十二节说：“我有灵特殊的启示。” 又说：“我有人生特殊的经验，他是年纪最大的人。那他主张就在四跟十四章中间的他们的车轮战呢？这个呃，以立法，他总共出现三次，他讲三次话。第一次就是四到五章，四到五章呢，它里面的一个重点是受惩罚者是有福的。他的动机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是要安慰呃约伯，劝他找神。” 劝他呢，你如果好好找神的话呢，不会那么苦，还会转回的。那可是呢，他的主张用他个人的属灵经验，跟他过去人生的所有的的启示呢，他呢把他看约伯会有罚是什么罪，什么原因带来的这个果呢？是建构在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叫报应观。第二个。 他说：“苦难是出于神的管教，所以他五章十七节呢说，上帝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一位以立法劝约伯，你只要继续敬畏上帝，你的帐篷、你的羊圈会一无所失，你的后裔会发达，你的寿高会年迈。好心必然有好报。这些话呢，在第一次的车轮战呢，两章四到五章。” 并不能安慰约伯，其实还激怒了约伯。特别激怒约伯的原因，是因为五章的四节五节说，如果是恶人，他的儿女会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没有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在荆棘里也有抢去的；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这个就整个激怒约伯。我的儿女呢没有平安，我的财产通通不见了。 我被剥了两层皮，表示说我是个恶人。照你的论述，就是我一定犯了什么罪，因此被罚。因此，以立法讲四到五章，约伯呢却给他也两章，六到七章。这六到七章里面主要的论述呢有七个。第一个，第六章一到七节，约伯说：“我怎能忍受得住呢？你又不是我，我那么苦，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感觉。” 第二个论述是六章八到十三节，我何时死去？我干脆死了算了。第三，六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你们真令我失望哎、欸！我这么苦，你没有人安慰我，你们好像呢？溪水是干的，我想喝水却找不到水。第四，我所要的不多，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我要的是你们了解我，了解我到底什么原因，为什么那么惨。 但是呢，你们不了解我，不了解我，其实要得到安慰，你们反而给我戴帽子。第五、第六章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请你指出我有什么错来？我为什么会那么惨？你们没有事啊？我为什么我是敬畏上帝的人，怎么会这么惨？第六段他说第七章一到十节，上帝啊，你何不放我一马？最后第七章。 十一到二十一节是他第七个论述来回答以立法说何苦上帝你这么折磨我、啊、特别第七章他最后的话呢非常非常心里面的话捞捞出来，他说那上帝啊七章十八节没早晨你欠查试验我这种人鉴查人的主啊我如果有罪的话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箭靶子呢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呢？ 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现在我躺卧在尘土中，那个地方我死了，你找我都找不到，我不在了。你为何还折磨我？这七次的论述来回应以立法。第二个朋友比勒达耐不住脚了，因此他第八章说话了。这个车轮战的第二个人比勒达呢？他说话的时候。 他是有人间传统的智慧，第八章第八节，他说呢：“我是查访前代，我查访列祖，我有自己的人间传统的智慧，包括我有科学的观察。”八章十一节：“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长？因为没有泥，就不能发展，因为没有水， 就不能生发，是因为有原因的，才找到这个结果。我有科学的观察，加上人间传统。可是呢，他比勒达跟以利法一样，仍然是给约伯戴帽子。戴帽子的两个的理由是：第一个，形而上的，形而上的，他主张是全能者是完全公平的，神岂能偏离公平？你竟然怪上帝，说上帝不公。 他是用形而上来看约伯，全能者不会偏离公平的，这、就是形而上的论述。形而下的呢，他认为日光之下会有因果报应。他说，或许你的儿女得罪了他，所以会有报应。因果报应，而且呢，罪有罪罪，所以要罚，罪所以要罚。八章十三节，不敬虔的人指望要灭没。 他所依靠的像蜘蛛网靠不住，而且后面他第二次论第二次论述是八章五节说恶人的亮光必然要熄灭，而且呢，十八章十四节说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中被拔出，就是因为恶，因此被罚。第三个他形而下的论述是静，因此必必蒙福。 这就是所说的成功神学。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上帝不会丢弃完全人的，但他不住不扶住邪恶人，他还要用喜乐来充满。如果你呢敬畏上帝，让你的嘴唇有快乐；但是如果你恨恶他的，你会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最后再给约伯警告，他这次来的动机呢？ 是警告约伯，警告约伯呢？你看看两件大事，你的儿女一定是不是得罪了上帝？再来看看你的帐篷没有了，财产通通不见了，会不会是因为犯了什么罪，因此被罚？纵观比勒达这三次给约伯的论述，他给约伯把脉的时候呢，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是十八章，十八章他讲了一句话很狠。 十八章十九十九节说，儿子不见了是罪恶的证据。你瞧瞧，你的儿子都死光，一定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所以第二次呢的比勒达其实是给他定罪的。第三次是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出现的时候呢，比勒达呢很直接、很很冲的告诉他说：“你就像虫的人一般，你看看，你该死。” 因此呢，这三处的认数呢，第一次是警告，后面两次完全给他定罪，定罪给他把脉。主要的关键是：第一，你已经离开上帝了，你当然没有指望。凡忘记上帝的人，境况就是会像你这个情况。第二个，恶人必然会有祸患。十八章五节，恶人的亮光必然要熄灭，他的火焰。 必不照耀，十八章六节，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十八章七节，他坚强的脚步必渐狭窄，自己的计谋也必将他绊倒。第三个，以比勒达给约伯把脉，说提醒你在上帝面前不能称意，特别二十五章第四节说，这样在神面前人。 怎能称义呢？富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然后二十五章五节是在神眼前，月亮并没有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二十五章第六节是比勒达呢给呃约伯最后的控告，说：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啊？何况你就像虫一样，你该死，你该像虫一样。上帝还好没有把你一下子把你掐死。 这三次比勒达给约伯的控告、把脉，其实给无辜的约伯，他真无辜啊！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人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甚至儿女呢在欢乐吃宴席的时候呢，他暗处为他的儿女呢献燔祭，这是等于就业最重要的祭，为他儿女来祷告，生怕儿女犯罪。 我已经尽量我所做能做的尽情，我都做到了。你呢，跟上一个呃以利法完全一样，你只是警告我后面两次要定罪，而且所说的话呢，其实蛮狠的。儿子死了就是你伤子的罪，就是你罪恶的最好证据。你像虫一样，比勒达的报应官呢、啊，对于无辜却受苦的约伯呢，那个心理的冲击呢，非常大，非常大。这种朋友。 他怎么说呢？说你要自怜到几时呢？他第二个说你要审察自己的罪，因为不欠钱的人不会灭亡的。这话如果我们会类似穿这样的隐形衣来安慰受搁浅的人，我们会像彼得达这么说：“嘿，你要振作一点，想想这世界比你痛苦的人、比你悲惨的人还多得很，不要那么自哀自叹的。” 这种话对约伯无辜受苦的人是没有安慰的。我们可能会穿比勒达的隐形衣，类似这么说：说上帝透过这个机会，就是要让你安静下来，省察你里面有没有不合上帝心意的生活。如果活在最最终，记得罪的公家是死，赶快认罪悔改，免得上帝还把你掐死。这样的话。 对搁浅无辜的约伯其实没有帮助，而且让他的心理的冲击更大。特别提到说，你的儿女一定是得罪了你。没有啊，我看不出第一章我的儿女在第一章他们也进钱，我也献燔祭。你怎么有把握说我的儿女得罪了你？你们来，他现在也他们也死了，你也不能把他拉出来做廉证来调查。 第二个八章二十二节，你看看你的财产、帐篷都不见了，这不就证明呢？上帝果然出手，是因为你真的有该罚的地方。其实对约伯来说呢，这些包括何况如虫之人的冲击呢，对搁浅的人其实是五味杂陈的，无言以对，因为他觉得我已经那么苦，我又无辜，我也没有忘记上帝。 是上帝忘记我哎、欸！我从来没有忘记上帝。我第一章、第二章一直两次被剥，不管是财富被剥，而你死了，健康的好处被剥走。我从来没有得罪上帝啊！你们自己看到我完全是归荣了上帝，甚至我的太太还骂我的时候呢，我还回骂过去，说呢：“你你嘴巴闭住！我们从上帝得到了，应当就从他夺取。” 上帝的名应当做称颂的，我从来没有忘记上帝啊！颠倒是上帝忘记我，上帝忘记我，所以呢，上帝，我从来没有忘记上帝，他为什么审判我？所以约伯呢九章十二节把他的心态讲出来，是上帝夺取，谁可以做什么？我很无辜，因此约伯给比勒达。 这样子戴帽子以后呢，他会更怪上帝，会更恨上帝。因此九章到十章呢，他的论述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态。九章一到四节，他说：“谁可以辨明自己的无辜呢？”九章四节，上帝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上帝刚硬而得亨通呢？算了吧，我们哪有办法的？跟上帝来辨明我自己无辜。九章五到十三节。 他说：“人休想在法庭上赢上帝。”特别九章五节，上帝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都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九章八节，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十二节，他夺取，谁能阻挡？他是老大，这么有能力，有全能。 正如你以比勒达所说的，我哪有办法来跟他强辩？不可能有人在法庭上可以告赢上帝的。我也怎么也有办法辨明我自己的无辜呢？第三，约伯第九章回答说：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受伤的人会伤人，也会伤神。九章十七节，上帝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 所以约伯等于给朋友呢，搞得自己不只是怪人，也伤神，是上帝无理啊！我哪有错？第四段第九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掉在黄河里怎么洗得干净呢？九章的第三十节，你来读，说：我用用血水洗清，用碱洁净我的手。上帝啊，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呢，都憎恶我。 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啊！第十章他有也是四个论述来回应比勒达。十章第一段一到七节，上帝何苦逼人太甚？十章第二节，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为何你与我争辩，你为什么找我麻烦？十章第二次论述，母亲则可丢弃自己的孩子呢？ 十章八到九节，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传你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哪有妈妈不爱孩子的？我是你所造的哎。第三次的论述，第十章十三节，无情典狱长前的囚犯，十章十七节，你从立见证攻击我。 向我加征恼怒，如军兵更换者来攻击我，你还派这两三只蜜蜂来咬我，我真可怜啊！你就像无情的典狱长，我这囚犯，你要怎么样办我就怎么办我，我嗯，就是有律师也不能来回辩。第十章最后出了论述，第十章十到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他说：“可否在死前呢？你大王啊，可不可以手下留情？” 这个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的日子不是不是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在我往还没有死之前，能够烧得畅快，因为死的地方是很黑暗，那边呢是没有光明的。你不要让我进入黑暗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盼望，可不可以手下留情啊？让约伯这两章那么苦的关键，是因为呢比勒达的辅导啊。 有几个关键提醒你跟我碰到这种搁浅的人：第一，别让因果论框住你的苦难理念。比得达，你以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并非是苦难的唯一原因。第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非造成苦难唯一的原因。苦难还有其他原因的，不一定是有罪。像摩西在旷野漂流。 呃，多了四十年不一定是罪。约瑟是给他兄弟卖到埃及去的，因此在埃及很苦，并不是约瑟的罪。耶利米先知给害的快死了，放在淤泥里面，是以色列人的的罪，不是耶利米的的罪。以赛亚呢，看到上帝说“我有祸了”，因此传道，结果呢，以色列人想把他害死，甚至呢，传统上他说是他被绞首的。 保罗、彼得这些都经过苦难。年最熟悉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就描绘呢，其实侍奉上帝的保罗多苦啊！甚至呢，在十一章呢二十三节他说：“我比这些外别人呢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意思就是说。” 太苦了，鞭他的人呢有一个法令是说，你如果呢用钩子把人家肉勾起来的话，表示你施施行的人呢实在太残忍了。因此呢，如果你多打一下，别人可以重新打你一下，因为你太残忍了。因此呢，打的人不敢打太多，干脆四十下呢，三十九下就够了，表示保罗很苦，这么苦，绝对呢不是因为保罗犯罪。那不比勒达呢？ 却没有懂，他用因果报应、种瓜得瓜、种豆整个得豆的方式来给约伯套牢。第三，你留心受苦的原因，往往呢是不能参透的。你们几个人记得，你们都是剧中人，而且呢，你要了解人背后的隐私、痛苦、罪恶的原因呢，就记得一个原则：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复杂多了。比勒达，你用科学的方式来观察。 没有那么单纯的，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复复杂多了。科学家往往不一定了解人生的复杂种种。你们两个根本不知道天庭上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是上帝特别找约伯测试的。因此呢，比路达、啊，你第三，别在陪伴的路上呢迷失你的角色。你是陪伴者，你是辅导者，你,者你要以喜乐的同乐。 以哀哭的同哭，你要安慰他，先接纳他，陪伴他。你们怎么来以后给他戴帽子呢？你们又不是审判官，你们角色搞错了，因此失去耐心还给约伯掐脖子。记得，受苦的约伯，当答案不够的时候，耶稣了解你的心。别以为你真，别以为以比罗达，你不要以为你了解别人的痛苦。 特别我们这些健康的人，你要安慰别人，你不了解他多痛苦的。虽然他有很多话要讲，但我们不一定懂，只有一个人懂，耶稣。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有耶稣才能够让那些人痛苦的时候呢，坦然无惧到他上帝的私人宝座面前。当然，比勒达的论述还有重对的地方。 属灵的因果报应呢，确实是一人最后得永生，恶人必自灭亡。属灵的因果报应确实，你如果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的话呢，永恒里面有永生，这些都对。但你不要以为现世报，更不要论断人。你论断他以为犯了什么罪而被罚，你是错解了这本书。你们都是剧中人。 更要紧是呢，你要指出罪的目的，是要让他经历赦罪之恩，而是不是要把他当囚犯放在监牢里面？你的目标，你不要带着呃评估的眼光，你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因为约伯受苦的时候，里面一定呢牵肠扯肚的，里面一定很多不满。你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你记得你是要让他得到赦罪。 而不是颠倒，把你很多情绪呢倾倒在他身上，不吐不快。你要戴的是这个可怜人的眼镜，而不是自己。你不是他，你不要用你的眼镜来看他。最要紧的是，你不要在人的伤口上撒盐。你不要在人口伤口上撒盐。他已经够苦了，他全家都死光光，他身体健康都不见了。你这个时候用 I Q。 一直在给他套牢，用一个审判者，而不是个安慰者。你忘了呢？圣经很清楚，《罗马书》十二章：“以喜乐的同乐，以哀哭的同哭。”你却不会体恤这种可怜的人，只用你的脑筋给他戴帽子。你辅导的人，你会真的把他越扶越倒？记得不要在伤口上撒盐。趁今天回到上面对面前说：“主啊，我要成为好的辅导者，来帮助苦难的人。” 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很多功课要学，周围有很多苦难的人，我们不明白原因，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帮助受苦的人，好让他们真正得到安慰，而不是加增他们的痛苦。这样仰望赦免我们过去辅导别人的过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